游戏啊？玩啥呀？就是出脑筋急转弯。然后呢？输了得薅根头发。没兴趣。怪人，你就陪我玩吧。你看你这头发这么多，怕啥的？那好吧。请听题：3月8号是咱姥的生日，那4月8号呢？不知道。咱姥姥满月了，薅一根。这回轮到我了，灰太狼来了，打一水果。杨桃，再薅一根。妈妈在路上捡了个鸡蛋，她说那一定是母鸡蛋，请问为什么？咱妈给鸡蛋做了个 B 超。错，因为公鸡不会下蛋。又薅一根，薅一根，再薅一根。你这可一个地方薅啊。我给你洗洗脸吧。不要。女孩子脸一定要干净的。别舔了。还有这手手。咋了？哦，对了，我这唾沫里边还有唾液淀粉酶，且看能美容养颜。哎，消炎止咳，有味。儿子，这有一篇关于猫咪的报道，你听听啊。我大点声。能有啥破报道？下面传播一条有关猫咪的讯息。猫咪经常舔毛，容易将毛发吞入胃中，造成消化不良的症状，严重的还会造成肠梗阻、便秘等不良现象。如果您的猫咪不仅经常舔自己的毛，还经常帮其他猫咪舔毛的话，那它很有可能是个智障。我竟然是个智障。水烫不烫？不烫，烫就吱声啊。我发现你就洗澡的时候最乖呀。谁说的？平时对妈妈冷嘲热讽，没大没小的，不都你干的吗？等我镜头了。听没听我说话？太帅了。哇哦。你挖个屁，我跟你说话呢。 Oh my god。 我说你以后能不能对我尊重点，听妈妈的话行不行？不行，我得去亲一口。亲谁呀？亲我自己。太帅了。走走走，赶紧走，没冲泡泡呢。不冲了，实在受不了了。手机拿着，给我拍张出狱照。滚。下午去逛街呀。 OK。 妈，我也想去。去哪儿啊？逛街。你去干嘛？我能帮你砍价。哼，你不给我涨价就不错了。我保证不调皮不捣蛋不乱说话。行，这可你说的啊。前面面炮呢？别说话。你卖的假鞋吧？别吵吵。你裤子掉了。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。着火了。走走走，咱俩走。不要他了，自个儿待着吧。干啥去？不要你了。救命啊！哎呀，你别瞎喊，再喊真不用你了。拐卖儿童了。闭嘴。挂着你班重新调座了吗？我班按学习成绩调的，给我整最后一排了。是不歧视我？不过我和我同桌没分开，还坐一起。对门唱歌呢。老天爷让他闭嘴吧，我想睡觉觉。搁这爬挺得劲，挂着往后稍一稍。挂着你咋不说话呢？说话呀。吵吵，咋又下来了呢？哎呀，别跟着我，这挺好。别跟着我。我不说话难受。你干嘛这么烦人？人家忍不住嘛，就想说说话，咋的了？挨揍了，不能哭，爱都不能哭。